你今天怎么了？我有点麻烦事。怎么啦？我忘了付房租。我房东不开心了。你需要我借点钱给你吗？哦，这个不需要。那我可以帮你什么？我能和你住几天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对我太好了。别客气。你想现在搬过来吗？我要回家拿些东西。好。我给你铺床。你太好了，应该的，我们是朋友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没事，你回家拿东西吧，我们晚上可以一起吃饭。好的，我来做饭。